随身到。哎，河党团总召建明委员兄，哈哈，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这样称呼你不止见外而已，因为我最近对建明这个名字比较很头疼。我跟你说明了，我过了哈，说明。第一次开车回来的，失去了伊的香。没，开玩笑。这边小姐，小姐，动作该出好不？总统府就是你家。小明，小明真的长大了，厉害。这阵么看你的表演，我真正感动在心内，你知影无？拉法叶舰的弊案，我一拖出来讲，这刚好什么？让现在的老百姓回忆到国民党那种国民挥动的黑金政权时代，而且拍摄哈，拉法叶案跟本党没有关系，它是纯粹属于国民党的弊案。这一阵子我们太闷了，闷透了，被闷着打，刚好拉法叶舰的弊案出来正是时候。哦，尹显公上次三合一县市长选举的时候，我们用过这一招啊，我们跟他没播啊哟。不是这样啦，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养案千日爆在一时。所以这是哦，把这拉法叶弊案哦，这个拉法叶舰跟他情形一艘鬼一艘鬼船一样，给他拖出来，非常好。谁规定用过不能再用？让海神号拍四集，照样票房很好。超人拍几集啊？还是大卖啊？对不？我们一屋二卖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你这个非常成功的转移焦点，老百姓就忘记了，对不对？要烂大家一起烂嘛，打个别乱嘛，对不？现在拉法叶舰跟那潜水艇一样，我们要它沉到水里，它就沉下去；我们要它浮起来，就浮起来。我们在操作这种议题太厉害了，跟那些假潜艇堡一样，简单方便。但是我觉得你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你棒消息说拉法叶的弊案应该是跟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跟郝伯伯的枕边人有关系，这没真的我的头家都想没了，你真的厉害。 你知道吗？因为你把他们的这个夫人拖进来，这就对了，因为他们动我们的第一夫人，什么案子都从我的阿丁娜那边下手，有没有搞清楚我是谁？徐老师，嘿，不是，我是中碰，哎谁哦？你知影无？我是中碰呢，动到我的女人啊！你敢动我的女人，我就让你的女人难过。所以你就把她拖下来，不要紧啦。连公安第一夫人，你也有夫人嘛，我也可以讲她，对不对？这波真的厉害，但是你该想一些你的未来的问题啊。最近我看你好像跟电火球凑得很近啊，冲冲冲啊，冲过头没会了。那好像你也跟基鲁啊、尤熙坤合作很密切啊，密切到好像已经磨出火花了。那个火花居然让喜来登烧起来了啊，很危险哦。那天媒体都有拍到哦，如果火太大就再见哦，你懂吗？所以抢大位哈是要注意的啊。四大天王不好惹，当然不是就除了他们四个以外，后面还有三个啊。张俊雄、邱毅人、马永成、三小天王。四大后面都三小呢，你想想不？所以你看看哦，王一、王二、王三、王四、王五、王六、王七，你排行老八呢。你用脱壳去想，王八可能占赢前面七个大哥吗？毛哥领，对不？所以啊，我希望你有那个智慧，我相信你有。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我希望你来给我报告，了解不？也许我不能让你变成天王，但是我可以让你变成天子。懂我意思哈？好好招待我未来的啊。是的，不错，最近的表现可圈可点。是我啦，是我啦，是我啦，是我啦！哎呦，去哪了？是我啦！
开玩笑的，哎哎，这边这边看看看，莫担心莫担心，哎，金龙三喜加点莫担心，没事没事没事，开你玩笑，我试试你的胆子了啊，你的头脑不错，但是代价钱啊，加油啊！哎，谢宗先生，跟在这个天王旁边啊，哦，我也是个兵啊，哦，你好歹我也是个天兵，名字不太好听啊，我要再想一个叫。